撩你，他就说今天可以进去吗？好呀。他是我生活的导师。现在西瓜跟我不好，你知道吗？
因为他没有来。那请问跟女孩有心结吗？跟女孩有心结吗？哎呦哎呦，爆料爆料爆料！我觉得有没有曾经最讨厌哪一个女孩？有啊，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一定有喜欢跟不喜欢的人，是他也是我开了就不用说了。哇！曾经的，曾经的，对啊，但是也不会说，对啊，也不会说很讨厌，只是可能就是合不来。啊，是为什么合不来？姓氏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为什么现在才出单曲？因为其实从小到大，我就被我家族的人说不要唱歌。我们家是天主教，然后每次礼拜天都会去上教会。对，然后我就很喜欢表演嘛，很喜欢让大家看到。所以我小时候上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唱圣歌唱得很大声。然后我奶奶就有一次，她就转头就说：“阿姨，不要唱，不好听，你走音。”我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唱了。然后再加上可能因为我家人都太会唱歌，所以我从小到大就觉得，因为原住民会唱歌，对，大家都有这种既定印象。对啊，但是不是每个原住民都很会唱歌？这十年来就是历经了拉米 girls、马库天这些的太快，然后又历经我从一字头到现在我要三了，对，我们要三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十年可以算是一个里程碑，对，一个里程碑。然后同时我在就是这一两年开始渐渐的知道说自己真的想要什么，就是、不要去追逐别人想要的。我换那个慧慧咯，还记得来到球队认识的第一个女孩是谁吗？哇，应该很久以前，我已经不在这边了，就离开球团了。对，哇，那真的很资深哦，超资，十几年，十三年，小琴嘛，小琴也算是啊，对对对对，对，小琴也是元老哎，其实。那有人想问说，慧慧腰间下方两个刺青什么意思呢？腰间下方，我看你的刺青，好酷哦，哦，这里有个星星，这里有个星星，然后这里有个月亮，然后这里有个，我可以再往下翻，可以，哦哦，太阳，这里有个太阳，哦，星星跟太阳，对，哎，你真的很干净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宇宙类的。小彗星，哎呦，然后这是我的这一块，这一颗是我的小宇宙，这样子。哦，好想去你的小宇宙。对啊，哎，那如果男生想要撩你的话，就说今天可以进入你的小宇宙。好呀。然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疤，这是一个那个疤是很厉害的疤，很值得纪念的疤。来，你跟大家讲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那个独一无二的闪烁。然后拍 MV 的时候被烟火，就真的真的烟火，然后烫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不能动的，对对对，不能动，要等那个定卡的。然后因为烟火很珍贵，只有一次，你怎样都不能动，然后就一直冷痛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当下刺的时候是超痛吗？就有感觉，就是痛到我就脸部一直在抽筋的那种，因为我还要维持笑容。好，那继续问喽，你的敏感带在哪？小宇宙，好早啊。女生跟男生其实都可以吃，但是女生最好是就是每天要吃一包，因为像我们可能日晒啊，或者是可能摄影棚灯光啊，都会流失我们的胶原蛋白，所以胶原蛋白很重要。好的，置入完毕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玩游戏咯。游戏开始，我从来没有刺青过，身上最多，哎，你们两个都没有，没有刺青啊，没有。从来没有舔过女生奶头，我没有，那关你了，你不要吃我。我从来没有穿耳洞，哎，这个比酒还难喝哎。我从来没有在我有记忆来剪过短。
有指名道姓这样算爆料？我有哎、欸，你算了。我很常爆料。哦，从来没有整形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整牙，然后会打一些肉毒跟那个玻尿酸。我有整牙，我有整牙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整牙你们也算是整形吗？对啊。啊，那有啦，我小时候国小牙齿。那你几个？你，我从来没有宿醉上班过。我好像有，你怎么可能没有？从来没有三 P 过。自由新政哦，那我真的没三 P 过。真的真的，好想听，就是有三 P 过的人的感觉是什么？对啊，我从来没有小怪兽。闪烁，别蠢蠢欲动，想要超越我。3月1号正式发行，请大家想要去听完整版的，去到我们的那个各大数位串流平台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胜之不武。那慧慧呢？有什么要宣传的？哇，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可以宣传，没有宣传我自己。你是大学姐，你要对啊，去 C 位。C 位来 ，C 位，你要宣传一下啊，宣传一下我的。哎、嗯，他身材真的好小，小丫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？好，我先拍。等下就不用拍。啊！没有，没有，好看。我们以前那时候是真的，学姐没有做你不敢做，然后有什么就是都先让给学姐，然后也不会没大没小，就不会指鹿为马。哎、欸，以前不会，现在哎，林娜，谁叫我？学妹也是很熟。我说哎，林娜，因为上次我们去日本的时候，他直接说哎。欸点酒喝啊！但他真的很疯哎、欸，就西瓜直接舔我的奶，他好像要互舔哦。那时候已经喝到很忙了，就是大概喝这么多，嗯、然后他就说啊，林娜，你上次跟我一起洗澡什么的，然后说对啊，你看我内内这样子这样子，然后说你再给我过来我吸哦，然后说好啊，来吸啊，然后就。